好，另外来看到国民党台中市党部举行台中好台湾更好联合提名记者会，力拼连任的市长卢秀燕和34位党籍议员候选人大合体，展现团结气势，拼市长连任之外，更要拼议会席次过半。就连前台中市市长胡志强也悄悄现身，表态力挺卢秀燕，坚持前行。展现大团结，市长卢秀燕接受国民党征召参选台中市长，相隔一天立刻合体蓝营34位议员候选人，年底国民党台中战队成型。为民说话无穷华，阳光城市幸福台中。第四选区张静芬议员千锤百炼。联合提名记者会定调坚持前行，台中会赢，包含党主席朱立伦、市长卢秀燕、议长张清照、副议长严立敏都到场，展现大团结气势。坚持前行，台中会赢。今天台中队不是只有卢秀燕一位队长而已，更重要，我们所有的队员，大家要一个团队，我们全部都要当选。胡志强赞。而记者会前，前台州市长胡志强也悄悄现身力挺卢秀燕，到赛。和卢秀燕短暂同框，展现团结气势。胡志强表态全力挺卢秀燕到底，现场动算声喊不停。到赛，一人，到赛，一人，到赛，到赛，到赛。我觉得卢市长做得非常好啊，我觉得我必须诚实讲，我觉得卢秀燕做得比我还好啊。哪里好？每个地方啊，他很创新啊，他很注重软体啊，不是只有硬体啊，我做了很多硬体啊。年底选战，国民党母鸡就位，身为领头羊的卢秀燕也端出政绩，为候选人信心加持。大制度，历任3任市长，4次留标的绿美图，也就市立美术馆跟市立图书馆，台中人等了20年的水南国际会展中心。都在秀燕团队积极沟通协调、争取议会支持下顺利开工。还有当年参选空品承诺也做出回应。台中的空品印象不好，但是今年空品已经达到了国家标准。距离年底选战倒数100天，国民党台中队上阵，齐心协力，团结气势，争取年底选战市长顺利连任，议员席次过半。走。